小黄瓜！哦，对，哎，不是，哦，大瓜瓜！哦，有了！哦，瓜！Hello， 我是双枪侠梨子。啊，我不是双枪侠呢，因为我今天带了两支杆，我带手杆，还有一把小鸡杆。对，那我们来到的地方是我们熟悉的淡水。听说最近有一种当地俗称叫做小黄瓜的鱼有出没。好啦，就让我们来 go。那最近有些人在问说淡水无人岛在哪里，那我今天就先带大家走一次，给大家知道说怎么走。这一侧是我们的淡水捷运站，那我们就捷运站出来，往这个海边的方向，就是淡水捷运站的左边，我们就沿这边走。好，走到我们这边，前面那个红色建筑物好像是叫做什么什么壳什么故事馆的，那我们就往右边。你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围栏，然后这边就是我们所谓的淡水无人岛。那现在因为是涨潮的关系，所以水会比较满一点。那我们看到这边前面的这边，就是我们乌鱼坦克啊、木鱼狂想曲所在的地点。那我们今天要钓的点是，哇，这边树种好高。我们钓的点就是位于无人岛最右侧的红灯塔。哦，我们在红灯塔旁边发现野生的，这就是我们野生的神奇宝贝训练家吉米。你有发出去离远远的吗？没有。啊，我有时候跑那个不是客人，就是我也不白灯塔。对啊，然后好了，这是我们的无人岛红灯八公杆，好久不见的八公杆。好，那就开钓。怎么都想往那冲啊？下面挖沟，虾米？哦，很感觉蛮冲的。呱呱，小黄瓜，小黄瓜。哦，对，哎，不是，哇，大呱呱，是哟。哇，扒一下。哇，钓鱼棒！哇，哎，这是蛮漂亮的哎。对啊，好大哦。这就是你们这边的小黄瓜嘛？对。可是这是不是大黄瓜？大黄瓜，大黄瓜是姐，小黄瓜是姐夫啊。这是大，哦，不是，绝对不是。不行，我们要走干净的频道，健康的频道。欸，这真的很大哎。我的赛程很好啦。可以，有戏了。有戏了。正货小黄瓜，真正的小黄瓜，太可爱了！哎，小黄瓜出现了，现在淡水最近的名产。哇，这小一点，大概三指而已。小黄瓜，对。不是啊，我觉得我还是要拿甩竿来。阿波昂泽都是很前面哦。干！好。这是什么？正货，哦，刚说就来，安走，哇，好爽哦！现在是怎样？刚说哦，这次真的赛事不错哎，哇，哦，安走，走吧。我还说，昨前天我还有钓到，结果现在就来了，爽哦！哇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了，换成甩竿了。那甩竿的配置可以看上面。对，因为手竿一直搞不到东西啊，来换，让我换甩竿来试试看。去吧！还种黄瓜，但是没录到，在停。我太难了。没关系，再来。我丢那边好了，刚才那边不是有炸？那不是一次
是哦，它是两。对啊，前面动，前面先稍微动一下，然后再整个刷下去。哦，我现在在闹区哦。闹区。啊，那边那边很热闹啊。哦。不是，这是淡水。对啊，这那边好像很多小鱼在那边呢，难怪炸都是炸那边。有了，有了哦，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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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可以，比刚才是小。哇、哦，呱呱，有有，现在在录在录。哎、欸，他们都喜欢往左边冲哎，小呱呱，小黄瓜，小黄瓜，哎、欸，这里还。三四只小黄瓜，耶、yeah, ，嘴巴，哎，嘴巴，小呱呱，虽然比刚才那只小，但是还是呱呱，呱呱呱。OK， 然后今天钓完了，我觉得算蛮成功的啦，就有钓到传说中的小黄瓜，啊，只可惜有一只大只的，哎。淡水这边其实真的很棒，就是这边有各式各样神奇的鱼种会在这边出没，所以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啦。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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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哦哦哦哦哦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